疑似美少女特工渗入台湾校园，他们的身份你猜不到。你知道他是谁？要干嘛？他把东西都偷走了。你知道这个？你们参不参加自测行动？他们的计谋你看不透。昨天晚上我抓到那个笔记本的人，他是我们学校。无论行动、投票还是落跑，都一起，绝对不会少了你的份。行动代号孙中山，7月4日晚，报谷9点院线，同学起革命。